FTA 又开聊了，我最近可能会先把神兽讲完，因为我以为我这个讲过了，结果其实这个还没讲。我们先从玉灵开始讲好不好？那这是我们的兽灵哦，也称为所谓的一个玉灵。这个最近先给你们参考一下，非常的重要，而且它做的非常的美。总结祖先。可以不要再闹了吗？这可以算。你准备说，你就可以上呗。啊，有前面四只可以出去啊。怎么办？现实表现。今天要不要打一下？现在几点？反正就平均。我跟你讲一下，你们平常就是打完就是扫荡一下就可以下线了，非常的耐玩。那我们之后就可以再试连抽。你这边，还是脚换上去。你看他之后也可以进化。超级好玩。哎，这一只是我唯一的 SS， 我们先把这只拉上去。江东小妹，今年太好笑了。本小姐不会给你留情面的。感谢文娟。